自我，为什么闹钟的声音在哆嗦，是我不够看得出我，下次的疲劳再也无法被埋没。哎，曾经陷入低迷的我，披着黑夜般的披风，已经快要发了疯，没办法自重，心中的这双空，脑海里的声响，自己有的道路是如此冰冷，走出新的自我，令人着迷的梦。烟雾弥漫的步调，我看你偷偷躲在了身后，是什么结局我不听，声音在徘徊，要逃避我卑微，接受自己下不了决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Phoenix。今天不只是来到高雄表演，我们也必须要欢迎我们 Phoenix 的新团员，没有错 ，Max Plus。如果弟弟比较帅的，尖叫一下好吗？哇，那我不要 Max 回来了。那如果哥哥比较帅的，可以尖叫一下。都喜欢，都喜欢。糟糕了，都喜欢。你知道哥哥在我们团队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哦。他不只是队长，哦、然后还要帮我们做事，还要管我们，然后还要顾下母羊。生活起居是怎样？生活起居哇，那他真的难怪他会离开。那你觉得你哪一点比他好？我觉得我头发比较利落一点。写歌还好吗？他也会，我也会啊。而且，弟弟写的，今天大家都听得到了。是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全新的，从来没有展现过的风格，你们今天就可以看到。哇！是的。其实那个其实蛮冰的。刚刚讲说不要扣的是，我讲看在你是男生的份上，我今天不扣。有没有觉得我们的 solo 更从容了？可以，我刚毛起来唱哎，你没有发现我换手麦了吗？所以一直是台北的时候，其实还不太会唱。刚刚佳琪的也特别大声啊，大家是不是？至少我跟佳琪的两条韧带都还在啊！哦，太辣了，对不起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，辣了。告诉我你们的精神在哪，我带领最快的快点来吧，抱歉 party 中了有人你还那么 type 就别再害羞了 come on、哎、在这夜晚我添加了气氛，无论音乐有多么大声，和我跳进舞池中会成这一浪装鬼，都不及等不住我会变成这一浪不惧，这月偷换脚步行自信帮我让爱心的风格准备解锁，这份真是女孩派 Shaky babyAll the way, all the way， 今晚贴定游戏，你随便，你随便透露你的梦境。All the way, all the way， 今晚偷走他的心。You are ready now, you are ready now， 过了今晚你也打断滚钢琴哇。哎，我问最后一个问题。好好，你觉得我无名贼唱的怎么样？哦，我忘记问你。没有，我问你啦，我问你。我觉得唱的比我好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首歌像第一句无所谓，要怎么唱才能真的让觉得说，哦，你已经快放弃了，已经快走不下去的那种、情绪，真的在唱的时候才会知道，我、要去处理很多的情绪、感觉。对，因为发出去是什么感觉，别人听起来会怎么样，你自己听起来是怎么样，都也都不一样，所以要去调整。如今我早就已经无所谓。就让我
三、二、一。继台北场之后啊，到了高雄，真的还是很开心。就是不管我们到哪里，你们都一直在，然后都会陪伴我们，给我们最大的尖叫声，给我们最多的支持。谢谢你们。这一系列的表演，有可能是最后一次，就是你现在讲，虽然是最后一次表演，但我虽然今天一直在破音或甚至抢拍，留下遗憾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原子少年、火星、全明星红队、熊孩子的毕业典礼，一直到高雄的最后一场，但我想说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喜欢这种遗憾，它会是我每一次成长进步的累积。谢谢。之前搬过台北的，我们有经过一次洗礼，我们这次是不是会变得游刃有余？但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，在排练上，在新的歌曲上，怎么样让大家看得开心之类的等等。其实有一度觉得好像不太顺利，某一天就开了一个会，聊了一些问题跟一些彼此的想法之后，大家隔天突然变得很有动力。现在站在这里，更多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，我们也确实接收到了。我们以后能继续为彼此继续扶持下去，好吗？就我对都在一个属于家的一个空间，有人来，也有人会走，有人会一直留下。但是，不管你们觉得累了如何，如果我们可以带给你们能量，给你们好看的表演，听好听的歌，累了没关系，随时都可以回来，我们永远都在这欢迎你们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当你觉得有一天，你想回来看看我们，或是你真的觉得你在人生重大场遇到困难，你们可以看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听我们的歌，能够开心，至少减缓你们暂时为人生上的痛苦，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每次想到因为你们我可以站在这，我真的都是非常感谢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好，其实刚刚陈磊有提到我们有开会，因为那一天我看大家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，因为我是想要很发脾气的跟他们讲，可是我没办法对他们发脾气，因为大家真的都辛苦好久好久，很多人想要站在这个舞台可能都没有办法。我非常非常非常愿意为他们做出许多的贡献，我可以为他们写好几首歌，就算十首歌只用两首也无所谓。但那天开会我跟他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说我不希望你们只相信我，我希望你们相信你们身边所有人，佳琪也相信成龙、濮阳、俊廷，所有人互相相信彼此，我们一定可以去更远的地方，而且是带着你们一起，100%，一定会达到。